立工业有限公司伫1964年成立开始啊，按阮阿公的时代，张仁鼎啊，阮老爸何南，甲我第三代，后来阮第四代慢慢嘛咧接触啊，我这个技术的研究来使公司啊会当进步。阮自较早到今嘛啦，所有的零件使用全部拢伫台湾制造。无去中国买转来卖啦吼，后来阮嘛甲阮的产品一直扩充到本来的点位线群，扩充到即卖奥多麦发电系统，伫即个人工的发电机啊，甲其他相关配件，还有公司啊，一种继续发电。像我们公司这几年一直在大量投入有关发电机的部分，那所谓发电机，我们从最一开始。单缸机车的发电量做到现在到有1800cc 的，不管是机车，不管是沙岸车，不管是越野车，甚至到大家比较不熟悉的雪地摩托车，这些都有相关的一直在进步中，然后跟去做开发跟策略，因为对于这些来说才是我们一个技术上一直在提高的一个门槛。那相对来说，除了发电的部分之外，我们在做其他的，不管是冲床件或者是压铸件，我们这个都做，也是有一直部分在做多角化的去经营。最近我们还有添购非常非常多的新的设备，去提升到我们的不管是技术或是人员上的培训。那近几年来，我们也都是往欧洲跟意大利的部分，然后都去做展览这样子。那我们也吸引到了就是不同，像是说 KTM 或是 Honda 原装来跟我们做一些未来的一些合作案。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，我们在接下来的不管是对于社会责任或是绿能的永续经营呢，都可以在不管是电动车或是电动滑板车的部分，都能进而推广我们的产品。